有些事其实藏不住的，藏住了也会有破绽的。你别说，可是我懂了。例如说，对视多想淹没；例如说，拥抱隔着宇宙，我怎会没有感受？结果像冰冷一句话就能轻易泄露我们的默契，等待时间开口，你一定舍不得放下我太重，再回头沿着最后